现场其实是这样的。你以为结束了？这样就没人敢质疑我们了。这话我绝对不会跟你打。小五然后跑到肖大少，肖大少跟前，肖大少跟前，哼，我你怎么会这样？来，摆放那边去，快。全得有你，我没有。那个谁，关妮，终究会留下痕迹。来，再来一次。来，这边都变成两双。Oh my god！ 哈哈哈哈哈！我你不能拍。别笑了，你们呀！没有，没有，啥都拍了。老师，我先上，你我小兵小哥。天天拍我，来，我要拍一下你。来的多，对吗？发的那个。又是你，又在拍我，真是。Nice。这个戏我看也算是我拍过打戏比较多的吧。然后我在这个戏还学了什么后空翻、前空翻，就是吊着威亚，然后自己翻，然后落地，然后转转转。转就一些以前没有学过的一些招数，其实很简单，就放蓝银草，然后手这样放出来之后，然后蓝银草就会浮出来，然后还就是一个发蓝银草，然后这样发出去，其实就这么简单。其实眼神就很简单，比如说他发蓝银草的时候有一个寸劲儿的这样，其实就是一个起来之后，然后眼神可能看着敌人，然后就一下就是就一个寸劲儿。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正常，就可能多亏造型老师，然后灯光老师、摄影老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其实跟我本人没有多大的关系。观众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各方面然后包装出来给你们呈现给你们的东西，其实大家都有功劳，并不是演员一个人的功劳。怎么看
看看您号呀，幽静爱将，幽静爱将，来，喂，那种，好，错了，再来。喝咖啡，然后自然消肿，因为说的很好。等是吗？对，等。疯狂喝水，疯狂喝水。喝水会消肿吗？就喝水，然后代谢，喝水代谢。你知道，就是这部戏，大家有时候看到的路透会发现，又讲说你又瘦了吗？没有啊，拍这个戏胖了，比上一部戏胖了大概有5斤左右。看不出来。哪里？认真的吗？真的呀、啊。你知道现在就是你的粉丝建了一个话题叫嚣张不许减肥吗？我没有减肥，我只是在控制一下而已。就是在身材管理上有为就是唐三做哪些准备吗？就健身吧，日常跟大哥一起，泰宇哥一起健身，嗯，有空的话就。快起！滚！啊！好，停，起手！好，来，再见吧，再见吧。今天就开始做饭了，等什么？鱼香肉丝儿。
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个班。好美丽，美丽，美丽。大家好，我是耿直。欢迎一会儿他们接待。更蠢，更蠢。你好，你才聊的是好东西，别动手。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美彤，在《斗罗大陆》里面饰演朱竹清。她是一个感觉特别直、特别刚硬的女孩子。她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最开始我觉得她是一个想挑战命运，然后只是把戴沐白当做了她挑战命运的第一步。后来经过了很多事情，戴沐白很多次在危险之中救了她。他的心就慢慢的被融化。还渴吗？史莱克七怪，我们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感觉好像真的能够体会到那种一块上学，然后一块训练，一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那种感觉。导演我觉得很 nice 啊，人，而且就是很热心的，经常就是在说他自己对这个剧所有剧所有角色的一些感受，还有发展性，还有他所要的一些想呈现出来的东西，我是很能理解的。每次我按照我的方式去饰演小五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会担心我到底像不像导演，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暖的跟我说一句说你就是小五，你怎么演都对，然后当时哇一下就感觉是下了一个定心丸，就特别安心，到后面就拍得比较顺。我的武魂是兔子，兔子不就是吃草的吗？